皇帝金针法最奇，短长肥瘦在临时，但将他手横纹处，分寸寻求审用之。身体心胸或是短，身体心胸或是长，求学看文还有理，依公此理要推详，定学行真须细任。瘦肥短小起同群，肥人真乳三分半，瘦体须当用二分，不肥不瘦不相同。如此之人淡者中，只在二三分内取，用之无失且收工。大饥大饱宜避忌，大风大雨亦虚荣，饥伤容器饱伤腑，更看人神俱避之。妙真之法世间稀，多少医工不得之，寸寸人身皆是穴，但开筋骨莫狐疑，有筋有骨棒针去，无骨无筋须透之。见病行真须仔细，必明升降合开时，邪入五脏须早恶，遂侵六脉浪翻飞，呜呜寂寂空中堕。静意明明起发机，先补真阳元气足，次泻于邪九度虚，同身逐穴歌中曲，解法昭然竟不迷，百会三阳顶之中，五会天满明相同，前顶之上寸无曲，百病能驱理中风，酒后火燥冲双目，四畔刺血令宣通，井泉要洗元真穴，真此无如酒有功，前顶寸五三阳前，真泉增云一寸盐，棱针出血头风郁，盐有楷根病自全，信会顶前寸五深，八岁儿童不可针，信门为何那堪久，二者须当记在心。上心会前一寸针，神庭心前发迹寻，珠峰九庭为最妙，庭心已久不宜针，印堂穴并两眉攒，素疗面正鼻柱端，动脉之中定尽久，若然此穴鼻酣酸，水沟鼻下名人中，对端张口上唇弓，银交二银中间取，成江下唇碗内宗，注爱分半悬江酒，大则阳明脉不隆，连泉晚上定结喉，一名舍本立重楼，同身解法须当记，他日声名播九州倒倒。